上去。嗯，慢点。好，我们到了哈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香香。今天我们来这边采这个菊花，看到没有？哇，今年太干旱了，你看，看到吗？这个菊花叶子啊，都干了。我记得去年的时候，这叶子都很青、很绿，都很漂亮。这菊花很漂亮哈。我也不知道是哪个品种的，叫什么菊花，我们就叫它小白菊啊，我们本地的。这是小白菊。这个相对我们这边的那个野菊花来说，那个味道不会那么苦嘛，非常适合那个泡茶喝啊，夏天泡上一杯，非常好。我们再回去，到时候拿去晒干，拿来泡茶。帮忙。等一下，卡住就不会刮手。你小心哈。站好来，站稳来，不要出来就好了。你帮妈妈端着那个碟子哈。嗯。哇，今年真的是太干旱了。这个菊花，妈妈，我的海鲜啊，都没有往年那么漂亮。你看，感觉有点蔫蔫的啊，不是，开的没有那么艳了。去年的话，一颗一颗都开得非常饱满，非常漂亮。哇，这个菊花好香啊！你看，有一些都还没有开，你看就快死掉了，快蔫掉了。你看，真的很可惜，今年实在雨水太少了。妈妈拿这个瓜。好。好香。我一个人在这里搭着。看，这菊花很漂亮吧？白白的、紫紫的，你看，非常香啊。到时候拿去泡一点菊花茶，很好喝啊。嗯。好香。那我带花给你。带花呀。嗯。哦，摘了一束花是吧？你是送给我吗？嗯、你是要给我带花呀？那你给我带一下，来，在哪里？在妈妈头上吗？带好了吗？带好了呀。嗯。你没弄好吧？这样好看吗？啊？好看吗？好看。好看啊。都在玩了，你看，你摘了也不少了，这个留着自己拿去泡茶喝。这种还可以拿去煮那个根茎花煮水给小朋友洗澡，也挺好的。嗯，好香啊，那、啊、好漂亮，等一下拿回去晾一下，把它晒干了，到时候可以用了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边，喜欢我的视频记得关注下，我们下期再见啦，拜拜。拜拜。走，回家。嗯。下面还有吗？下面没有了，走。妈妈请我。好。那你怎么走开？